靠窗，因为看风景想事情，什么颜色都喜欢，就反正抓了一条就带在身上，灭火器，吃冰、哦、然后潜水，哦，这个十只手指头都数不完，香蕉冰、不，很多事情都不习惯，住在高雄还是最自在的。选举落选的时候有爆吗？希望下次不要太爆嘛。六合夜市、光华夜市，还有西子湾附近的海鲜店，都有很多很愉快的回忆。他就不敢跟他讲，还跟他讲，而且又公开讲。不过我想有一些事情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些秘密啊，讲出来的话，他大概不会喜欢。台湾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啊，也是一个对自己很有信心的国家啊。假如我们努力，我们都会做得更好。那我也相信，台湾未来一定会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大家都非常羡慕的国家。Bios Monthly 的读者大家好，我是陈其迈，大家好。